大家好，我是葛亮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多少？说错了，现在不是7月，现在是9月3号，进入 China 的第几天？应该是第九天吧，第八天，第九天，今天是第九天啊。昨天晚上就在这个331国道跟那个什么什么国道的交叉口，十字交叉口这里。今天的话没有下雨啊，现在是差不多6:40多呢。然后我们起床做饭、吃饭、撤退。哎，前面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家，我也不清楚啊，我感觉是没有人啊。昨天看见前面那里有灯啊，我估计前面那里应该是有一家人啊，就是去那边接点水吧。昨天晚上看到那边也有人。就是去那边问他们，就借点水去。兄弟们，东西先放这儿。我操，我东西搞完了，然后我去前面借点水去。这傻逼地方，我操你妈逼的，他妈的连个鬼都没有！我操，这是他妈的傻逼！哎，没法说，我操，这个国家太牛逼了，我操！哎呀！他妈那个逼，前面还有无人区，这里只是刚刚开始啊，兄弟们！你看上面有一个什么北营镇的，我日你妈逼的，老子都搜不到，我操你妈逼的，还镇镇你妈逼呀、啊、镇！我操你妈的，前面有一家人好像是，哎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哎，现在不知道开门没？我去试一下哈，妈的接水啊！我操！没水搞你妈逼呀！我操，这傻逼地方！哎呀，我去接水喽！哎，接水了！这里他妈那个逼跟沙漠一样嘛，操嘞！你看他妈的全都是沙漠，哎！我操，人类他妈的就会破坏环境，他妈把他妈地球搞成什么破样？妈的，希望人类赶紧灭了吧！操，赶紧毁灭吧！操，重新重启吧！人类造下的孽太多了，妈好好一个地球，他妈的才跟着人类他妈走了多少年，他妈的还没恐龙时代的他妈的1/3多呢！我操，就搞成这鸟样了！我操，地球在恐龙时代也没有这逼样！我操他妈的！哎呀，人类真他妈的牛逼呀、啊！真他妈的是破坏啊！哎呀，就前面接点水，他妈的没水喝，要喝死的！这啥鸟地方？哎呀，打点水啊，兄弟们！没水喝是不行的，也不知道牧民起床没有。按理说应该起床，我记得前天的时候，早上8、9点的时候啊。人家就放牧了啊，这边不知道啥情况，敲敲门啊，他妈的没办法，给人家说声道歉，就说接点水怎么怎么样，啊，给人家说对不起啊，打扰了怎么怎么，给人家说好话嘛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，你要像一个乞丐一样去给人家乞讨水，这个是没办法的，这个他妈的就跟要饭一样，我操，别人要饭，老子是要水啊，主要是现在我还有饭，不用要饭。等没饭的时候开要饭，我操，管他鸡毛呢，我操，没饭这不行啊，他妈人要饿死的，我操，脸他妈有什么用啊？这傻逼，哎，没法说这个地方，他妈建设的什么鸡巴鬼，我操，妈全都是沙漠，我靠，你边境他妈有这样搞的吗？你赶几个服务区啊，是不是？像泰国那样，是不是？搞几个便民措施，是不是弄几个凉棚，是不是避让人家避避暑、避避热，是不是？你妈逼的，你路他妈修的垃圾，我操！你建设的也他妈的很垃圾，我操！哎呀，真牛逼，我操！服了服了，真的吐槽我都吐槽不过来啊，这里，哎，赶紧离开这个国家吧，这个国家他妈反正还有几多少公里啊，还有2800多公里。就到下一个国家，下一个国家去玩，然后，再回这个国家，然后待个，估计还不到一个月就到下一个国家了，就是巴基斯坦。哎，巴基斯坦，然后进入之后就会离开这个
国家，这国家爱怎么玩怎么玩，反正我是看不见，随便造吧，你随意，老子先走一步。我彻底失望了，反正无所谓了，想怎么玩怎么玩，反正我已经会离开这个国家，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走完之后我觉得可以拜拜了，这个傻逼世界，我操，糟糕的很。妈那个逼，我靠，这是傻逼世界，太鸡巴扯淡了。哎，前面不会是一个饭店吧，我操，饭店人家不一定给你接水啊。饭店的人怎么说呢，他没有那么淳朴，知道吧，就是人很那个什么。你别看他开一个饭店啊，感觉很有钱，他就一定会给你接水。开饭店的反而怎么说呢，反而他可能会对你并不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知道吧，他看你就是有困难，他并不一定会帮助你。反而你看那些什么牧民了，什么叫穷大方啊，就是说越穷的人越大方，知道吧，就是说他越那个什么，越有钱越那个什么，心越坏，知道吧。啊，女人就是说过的一句话，什么男人有钱了变坏，同样也可以用于我们所有的人啊，不管是哪个人，不管是男女也好或者什么，他有钱了他都会变坏，知道吧。唉，前面那里我感觉怎么走这么远，这傻逼地方，我操你妈逼的。兄弟们，咱们回来的路上搞了点这个沙葱啊，这个沙漠里面的葱啊，直接放进去啊，我操，挺好的啊，这菜也有了，我操，爽歪歪。实在不行我觉得可以直接去那个草原里面捡那个沙葱，然后直接，哎呀我操，这挺好的，免费的葱啊，沙漠里面。它前面还有骆驼啊，刚才有一只狗反正跟着我，应该是前面那个主人家的黑狗啊，一直跟到这边，然后它才回去，它应该是想送我。那狗挺好的，刚才我还摸了摸它，它让摸，那狗不咬人。这边的狗感觉好通灵性啊，就是好通人性，你知道吧。本来水也接完了，然后咱们回来继续做饭。这他喵的，这他妈的怎么还有一坨屎，我操，我昨天都没发现，我操，啥时候的屎。这边全都是什么屎了之类的，吃饭吃饭。兄弟们兄弟们，开饭了，非常good，这烧了一锅水啊，就是多喝点水，少吃点饭，不然我这饭都不够吃啊。啥饭出发，现在9点多。兄弟们一切准备就绪，饭也吃完了，现在差不多10点了，然后咱们去上个厕所，然后出发。兄弟们，我去爬这个坡真他妈牛逼啊，我操，好长好长啊。再回头看一下。这个坡太逆天了，这他喵的都看不到头的坡，我操，要到顶了，太逆天了。兄弟们，这条路好像又出事了，你看前面那个大车就一直没动啊，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又撞死人了，我操，这傻逼路好多出事的呀，你他妈把这个车道他妈修宽一点不行吗？我操你妈逼的，你他妈想贪污可以贪污，哎，没问题啊，你修这种土路也行啊，是不是，或者说修矿渣路了什么的，是不是，你修宽一点，是不是，大家走着能错开，是不是，你他妈那个逼贪污贪污你妈逼呀，我操你妈的，他妈修这么窄，搞个鸡巴呀，我操，真的想骂人。你看这前面是不是又出车祸了，他为什么不走啊，前面肯定是有撞车了，你看他们怎么不走啊，昨天就出一次车祸，今天好像又出，你看这傻逼路，他妈那个逼，他们怎么不走啊，走啊，怎么不走啊，看到没有，看出问题没有，兄弟们，
这傻逼地方他妈的，你看这道多窄，还有他妈的你修个毛线护栏呀，有用吗？没用啊。这他妈本来人家大车是不是紧急情况可以躲到沟里，你这好，我操，把人家生路给人家堵死了。哎，你这不会加宽一点吗？是不是？妈还是这么窄，我操，你这不是逼死人了？人家本来能活呢，我操，你修个这傻逼东西，他妈的个逼，我操，脑子他妈不够用，我操你妈逼的！修路的也是个人才，修的什么鸡巴路？看前面怎么不走？妈的，肯定出车祸了。兄弟们，你看现在咱走到近处了。然后这边这么长一溜没动静了，前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是死人了还是怎么回事？我操你妈的，你这个道他妈的不能修宽一点吗？我操，你看他妈的昨天出事，今天他妈又出事，我操，老子骑个自行车天天能遇到车祸，我靠你妈逼的，他妈那个逼修这么窄的道能不出事吗？刚才那个大货车司机我刚才问了，然后前面又出车祸了，我操，我问他们，我说我这个能过吗？他说你这个应该没问题，那我就去前面，那我就过去。你看后面他妈排了一排，他溜的这边，兄弟们你看这条路他妈的排这么长，我操，都那个什么，太离谱了！我刚才我还以为这个房车他们又在出事了，本来这个房车没事，但是这前面不知道是啥情况，我靠，排这么长，这都好几公里了，现在都，哎，我操，他们都吃上了，都做饭了，我操，牛逼 class， 哼，牛逼牛逼牛逼！昨天出事，今天也出事，这路他妈不出事才怪，你他妈的！你修宽一点都不行，他妈的天天鸡巴贪污腐败，他妈的腐败成这逼样，他妈的路这么窄，他妈的能不死人吗？我操，我估计前面有交警什么的，估计又不让我拍了，妈的这傻逼地方，我操，这么长，兄弟们这里也他妈的也太离谱了，我操，你看前面他妈排那么长，哎，他们都吃上席的，我操，这命他妈的，中国的命是不值钱，知道吧？没有一个人重视，知道吧？大车开得快不说，然后这个路他妈很傻逼，他妈的修得这么窄，妈的，昨天出事，今天还出事，我操的！这他妈的真是个死人路，我操！老子才在这路上待几天，待差不多一星期多一点点，就他妈碰见两起事故了。他妈的这条路也不知道是啥情况，我操，这么长都这样，哎呀，他们都开始唠嗑吃瓜子，我操，饭都坐上了，这排了好长好长，感觉都看不到头，我感觉这堵了应该有十几公里啊，这不知道出多大的事啊，估计是死人了，不然的话没有这么夸张啊，我靠，堵成这样，昨天他妈出事，今天又出事，这是我碰见的第二起交通事故了，但是我现在还没到那个事故发生的地方。这傻逼国道，我操嘞！妈的，这么窄，你看前面更窄了，我操！兄弟们，到这个出事地点了，不知道啥情况，我靠，大吊车都出动了，这他妈的太鸡巴离谱了！看一下，这就是出事的这个现场，我去，他那个车翻得好了。好像能过去啊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这边就是出事的地方，我操，太鸡巴猛了！这个大车干的，估计人都凉了。这他妈的干成这样！兄弟们，这边你看这个堵车堵得多严重，现在是这边堵，然后那个出事的那个地方呢是沟里面，他那个车直接干沟里面去了，然后那个前驾驶舱都干变形了，估计是人不在了，然后现在在吊车吊那个残骸，然后这边的话我靠好危险，这331国道，我操，真的是死人路啊，大家能不要骑就不要骑啊，我已经碰见两起车祸了，我才走了一个多星期啊，幸亏我没事啊，不然大家可能看到凉的就是我，反正不是我凉就是他们凉，
反正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这里出事率好高啊。你看这后面全都是车，你看这一排排的都看不到头，我操，昨前天晚上出事的，昨天前天，那这里应该堵得很久吧，应该之前就是那个就是救援应该没有来，估计是今天来的。昨天因为昨天这条路还是正常的，我这边也有大车，然后这边也有过大车，应该是昨天，应该是今天啊，或者说是今天早上来的吊车，所以他吊车站的那个位置嘛，他过不去了，他把那个出事的吊走了。兄弟们，这条路他没有的排到我操都看不到头啊！我刚才这个小车过来了，应该是后面那个车祸估计是处理的差不多了，不然那小车怎么过来呢？然后这边的话，估计怎么说呢？天天都死人啊！我操，我才走了一星期多，我就碰见两起车祸了。我这么慢的速度，你想想这条路的出事概率有多大？第一，你看到吗？一眼望去全都是大货车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看这个路有多窄啊？他们大货车就是一人站一边，然后两边一站就没有你的路，知道吧？你这边骑自行车的话，特别特别要注意，一定要走到这个边边上，就跟这个白线基本上持平的这个程度啊，你不要往里面走啊，往里面走就是死路一条，知道吧？这条路的话就，然后你不能就是往里面走啊，然后他们按喇叭，他们还就是疯狂的往里面挤你，反正就这样，他们又开得快，反正这条路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没有别的，躲都没地方躲，你看这种有地方躲吗？旁边是沟啊，你躲去吧，要么是进沟啊，要么是在原路等死，反正就两个选择，反正都是死，没有活的。兄弟们，这三三幺国道这边好像是有一段沙漠地区啊，然后寸草不生的，你看这里，全都是沙，连个草都没有哦。这地方看起来好恐怖啊，这地方他妈鬼都走不出去啊。幸好有一条这个路，不然的话，人如果说再少一点，那就完蛋了。这里都可以称为无人区了。这里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区也差不多了。你看这真的没有人啊，这里。都是沙漠骆驼的栖息地。兄弟们，骑了有好多好多。然后这边才骑出这个堵车区啊，然后后面你看又堵上了，这新来的全部都得排着队等着，然后这个路很窄啊，他处理完那个事故的话可能还要很久很久，这条路才恢复畅通，太窄了，没有你就是会车的空间，知道吧，只能一边一边先来，比如说我走先让我这边走好 OK， 或者让我这边走，看哪边车多吧，哪边车多哪边就等的久一点。兄弟们，这傻逼地方要刮沙尘暴，我操的，这里是沙漠啊，妈了个逼，越往后骑我感觉越难骑啊，就是越想走出这个三幺国道我感觉越走不出去，这个傻逼路他妈的死人路，很容易死的，这边的大车更多了，我操的，那个大车的密度他妈了个逼比前面还要多，我操，你看他妈的都不带断的，过来我操，这个你看，我大师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震撼感，我操！我操！这他妈的风太鸡巴大了，傻逼地方啊！我操！你看这后面的大车，他妈那个逼，这路他妈傻逼的要死，我操！不知道修一修，我感觉还要下大雨。这一会儿他妈感觉像是刮沙尘暴，我靠，那个他妈刮的眼睛都睁不开，再加上这种大傻车跟傻逼，跑的了贼快贼慢，我操！这是他妈的骑行了吗？这能让你行吗？这他妈的是用命骑的，知道吧？很危险的条路，真的，
我操，我他妈的才在这路骑几天，他妈的就发生两次车祸喽。这个地方他妈的很恐怖啊，你看他妈的大车都没有过，真没有过，这么大的车没法骑。骑不了，骑不动，他妈那个逼，这个大车又多，我操的，他妈蹭蹭蹭蹭，妈把你就是这个风本来就大，他这个傻逼大车他妈的开过去，那个他妈的带出来那个臭，让你他妈带飞天的了吧？你那个方向盘就是他妈的一会儿往这儿一会儿往这儿，方向盘他妈的不好，我操的，这他妈的傻逼大车，我操你们妈妈的，我操你妈的，赶紧他妈的去送去吧，操你妈逼的！不要怪你，听他妈说话不好听。妈那个逼开那么快，他妈这条路他妈限速40，哪个他妈那个逼没超过40？哪个他妈都超过40？我操你妈逼的！超速他妈的超载，他妈那个逼没一点素质，操你妈逼的！这傻逼路还贪污腐败，我操你妈的！这个国家真他妈牛逼，我操！动不动的别他妈进去，进吧，随便进去，老子大不了他妈的不管你他妈傻逼平台了，操你妈的！反正老子他妈的最后一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去玩就不在这个国家待了，爱鸡巴怎么弄怎么弄！妈的不把人命当命看，他妈的修这么窄路，我去你妈的逼，躲车都没法躲，他妈的推个车都推不了，有你推车的地方吗？他妈那个逼，这道就这么窄，还这么多大车，我操你！没法骑了，我靠，这边大车太多太多了。另外就是这边他妈那个逼还是沙漠，刮的他妈那个逼眼睛都睁不开，这个风特别大。前面不知道是有一家住户还是什么，不清楚。哎，前面怎么还有啊？我靠，我他妈的我剩他妈去前面露营。前面是一个信号塔，前面是一个什么地方？还停的有车。不过我找的这个露营地的话，其实也可以，肯定也能避风。这边的话进不去，这边的话是一个出租房啊，看一下。大家知道我躲在哪里吗？没错，这个里面，这个看起来像一个骆驼圈还是什么，感觉是就是给畜生打理的地方。那个进不去啊，咱们不能破坏人家的锁，虽然说咱有办法把它给整开吧，但是不能那样做。这边也有一个避雨的，我搭上我的帐篷应该问题不大，可能会漏点雨，应该还是能顶得住的。兄弟们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里面肯定是会下雨的，肯定是会有点漏雨，但是问题不大，这上面都是草啊。反正比咱们睡在哪里强啊，比咱们睡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呀，反正就是比咱们睡在那个那个六天地里面要强，最起码没有风啊，里面很暖和。这边画画也是可以进去，不过里面好多沙呀，这个沙也不知道啥情况，反正感觉不太结实，感觉随时要塌的节奏。其实睡这里最宽敞，看到没有，这边是可以的，这是一个牲口圈，晚上就在这里睡就行，这里能可以啊。我再去前面看看吧，反正现在也早，我去前面看看那个露营地是啥鸡巴样的，反正闲着也没蛋事吧。今天不走了，我操，这个风太大走不了，你看这他妈呼呼叫，再加上这两边的大车老多了，本来就骑不动啊，然后这个傻逼逼地方，然后这种大车，我靠，他妈跟不要钱一样。这边还是沙漠，我操。然后不是说水难获取或者怎么样了，就说这里，妈的没法整，你知道吗？两边全都大车都不停的。哎，我其实也想走，这不怪我。我的目标是今天要走100公里，结果现在才走了60多公里吧。然后就歇菜了。
不是我不走，主要是这路他妈的没法走，再走他妈的是命都没了。你看这里啊，这个风太大了，你骑不了的，骑不动，再加上这里还刮那个沙子，眼睛都看不见，还有那个大车，我操，从你身边过去那个带的风，我操，很严很牛逼的，我操，直接把你人那么靠着都想带到沟里面，有些时候你还要躲那个大车，我操，你走到边边上没法走，知道吧，这个路太窄了，是要出人命的，我操，不能走。刚好我当时在上面推嘛，实在骑不了就推，推到下面我就看到有个房子，我操，刚刚好，我操，今天他妈的算是运气好啊，刚鸡巴骑不了啊，就是风太大了没法搞了，然后就发现这里有一个房子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在这露营，咱们去前面那座房子那里看看那个露营地怎么样，是不是有门啊，看看有没有水源之类的，我操，有卖东西的话最好，我操，明天直接可以在这儿买点东西，我操，带上，我操，物资又充足了，继续往前骑，咱们再骑坚持个400多公里吧，可能也不知道300公里还是，反正就到那个什么什么纳奇那里，然后那边就可以领快递了，那边我买了一些快递，他妈的在那边我休整几天，哎，这傻逼地方没法骑，不是我不骑，真的他妈没法骑。今天就这样吧，今天要去，明天继续赶路。风太大了，赶不了路。这里是沙漠，然后你看这个风，他妈那个逼都不停的。然后你看这大车，我操，没边，我操嘞，那个路特别窄。这边看一下。一会儿再回去啊，一会儿回去做饭。看现在几点了，这里应该还有信号，还可以搞个直播什么的。你看这个天要下大雨，希望明天别鸡巴刮风了，我操，我最烦这里刮风，你知道吗，刮风第一骑不动，第二就是路太窄了，容易把你他妈的兜进那个大车车底，兜进去他妈人命都没了，知道吧，兜的他妈的都没法骑，我操，方向盘他妈的握不稳，都要很小心很小心，他妈那个逼，加上风加上沙加上雨加上这鬼天气，简直绝了， buff 叠满了，我操，再加上那个路窄啊，司机他妈傻逼，我操，开的老快了，妈的基本上就是死路，所以我还是考虑一下安全第一，第二就是这个条件不具备骑，你就是骑的话也是费劲，骑不了多远，就是耗体力，白白耗费体力，第三就是那个什么太危险了，反正就是不太行，我去看看前面那个房子是啥个情况，是不是有饭店了什么的，我操，我问他们能不能买点食材了什么的，明天的话可以看一下饭店，是的话到时候可以买点食材了什么的，做点饭了什么的，哎，看一下这里果然有信号了，因为前面就是信号塔，现在马上5点钟啊，今天的话应该能睡个早觉，一会儿搭完帐篷就睡觉，反正去前面瞅一眼咱们就回去了，哎，去那个骆驼棚里面挺好的，那里也没人，人家他那个上面写的出租啊，就是那个房子你可以买来做生意了什么的，但是这里也没啥生意的，无非就是开一个小卖店或者补胎的，就是补做这种大货车生意啊，然后再加什么停加水停吃啊，这一套下来可以，这里赚钱的话应该差不多好一点嘛，因为没别的地方，他们想吃饭什么他都会休息的，这边应该是还不错的，如果开一个店了什么的，今天的话咱们反正就提前结束了，反正我还能骑2个钟头，差不多也能骑100公里加快的，但是这个风太大了骑不了了，没有骑的这种可能性，不想骑了，太危险了。Thank you.
其实补给的话都简单的，我实在不行去牧民家里可以要点食物，或者说买他一点，对吧？或者去饭店里面啊去要点，或者说直接就还马奶。但是饭店里面肯定饭是特别贵的，在 China 这里没法说，就是你有困难的时候，就像这种店死黑死黑的，价格绝对要翻好多倍好多倍。现在没有那么多好人了，拆那好人很少的。你像在国外，你像我这种骑了自行车，然后你还看你骑的辛苦会给你水，甚至有的还表示要拉你一程。在拆那哪里有啊，没人拉你，谁他妈管你，我操。十个人他妈的一个个眼神都很冷漠。兄弟们看一下，这边的话好像是一个饭店，也不是什么。这边的话有一个大信号塔，我操！你看这大车它都不开了，这傻逼地方，我操嘞！他妈搞死你爹了，我操！我在那边呢，我自行车在前面那里，这里风好大好大，妈的根本就骑不了！你看他妈的，因为我刚才我在山下，所以说风小一点，你一到这条路上风老大了。一户人家，不是什么小卖店了之类的。家常饭，哦，这里是家常饭，是饭店啊。就是说，它是一户人家，然后他还卖一些饭，所以就叫家常饭。我现在物资还够，明天的话，我再吃一顿，可能就没啥东西了。水估计也够用了，明天再说。明天来这边的话再借吧，今天就不借了，就简单看一下。我还以为这边是一个超市了什么的，啥也不是，就是一户人家，他只不过说是想做点什么生意，来点钱，他家刚好建在这里，然后他就开了一个家常菜嘛。他另外他肯定还是搞养殖的，知道吧？他家肯定还养的有其他，就是那个动物了什么的，就是骆驼了、羊了之类的。这里养羊不合适，但是养骆驼是可以养的。你看这边他妈那个逼，我操，全都是他妈那个逼的，我操嘞！大吃他妈跟不要钱一样，哎你妈逼的喇叭摁喇叭，他妈的生怕他妈你爹没看见你。妈的，这傻逼大车，我看见我都烦。他妈那个逼，没这些大车，你就是小车，老子也能骑，而且还没有什么危险。他妈就是这种大车，他妈最危险，知道吗？这玩意儿就跟他妈的陆地坦克一样，谁碰谁死。还不说，我回去了，回去找个地方睡觉了。兄弟们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在沙漠里面找到虫啊，沙虫。可以增加一下这个饭的香味儿，调味儿。兄弟们，晚上就在这睡了，然后帐篷一搭就 OK 了。这里好暖和呀。然后晚上吃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反正吃完了睡觉。今天晚上就在这睡了。晚安，兄弟们。刚才搞了几场直播，他妈都没啥人，没人拉倒吧。反正又不是说一开始就有人，另外就是我粉丝量太少了，反正就是播着玩呗。60，现在手机充了60，睡了。